大家你瞟见了你的眼睛，为什么没人愿意把真相公之于众？他拿着你的论文申请了项目，真相会遇到困难，他将要你解决。这件事明明不是小云，我知道那个项目有多少人，如果再有一个学术评鉴不止，项目也就完了。你就是在等我们有多差吗？最困难的工作都给你做，让你昼夜不能休息，然后大摇大摆的拿着你的眼睛，这是不对的。为什么你那么多人情我都要说出去？那按道理都没退掉嘛，第六万。这个几块钱哦？600多啊。这是你，这个是谁买的？这是我姐姐给的啦。你姐姐姓什么？刘了。好，爱你。姓陈呐。
不能再留遗憾，其实还有一家的仇人，不必不能成家一生，父亲及有关心的人，你不。